这个月4号，高雄大寮区发生一起女婴遭到遗弃导致全身受伤的案件，而现在终于找到女婴的妈妈了。因为这个新闻一出，有一名少妇就向所长表示想要认养这个女婴，而所长回家之后跟妻子聊起了这件事情。他的妻子认出这个少妇就是邻居，而且很奇怪，因为她的身材呢在短时间内突然变瘦了，实在太可疑。而所长立刻追查之后，就发现原来少妇就是遗弃孩子的亲生母亲。